人呢？哎呦，这么久才下来？好热啊，天气太热了。我刚刚从外面拿了个快递回来，哎呀，期待呀！大家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？好，回忆那个时候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就是在抽屉里边偷那个，爸爸妈妈的五毛钱，然后去买那个辣条吃，然后吃了之后还要舔手指的那种，超美味啊！然后我就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这种，我也买了两袋。我先试一下味道，好期待呀，美味啊，就这种应该很好吃，看起来很不错呀，好香啊，我还开都没开我都闻到了那个味道，对，确实没错，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，太正了，哎，这个快递没有白下去拿呀，好好吃，等会回来刘一才估计也喜欢吃，真的好吃，这个味道不错，吃完了再买两包，炒了三个菜呀，好热啊！昨天晚上刘一才过来吃了饭，今天晚上我打了他电话，他接了。像平时嘛，晚上九点钟打他电话，他根本就不会接的。唯独今天晚上他接了我的电话，然后我做了三个菜，搞了一个土豆片，一个辣椒炒肉，一个鸡蛋汤。像平时的话，没怎么炒菜，所以手艺不怎么好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这个的话就是自己做的那种豆腐肉，很辣很辣的这种自己做的。哎呀，太热了！我和刘一才有一个约定，大家知道是什么约定吗？就是两个人在感情方面就是必须相互坦诚，不能有任何的瑕疵，否则就是。刘才，人呢？哎呦，这么久才下来？终于来了，提了什么？买了水，拿了什么快递啊？买了，给我买的。哎呦，抠门！你身上一股好辣的味道，臭死了，汗味。今天上班这么累，不出汗。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过来了。做饭也是放手机，滚蛋啊！真的是，累死了吧？太累了，我现在什么？下次不要都到五楼了。你把饭都做好了，做好了饭菜，开心吧？哎，肯定啊！我一听到有饭吃，我立马就想。哎呀，你这人，菜都凉了，要不要热一下？给我买的，谢谢。这水水饼那么好吃啊！无语了，看一下我这个辣条嘞，这辣条真的好吃，小葱的味道，非常香。你休息了没？啊！来一张，不要拿多了，等会我吃什么？哎呀，赶紧去吃！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嗯。好吃吧。